来来来来来来，郑博旭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娱乐周刊的记者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。别拍我！我说别拍我，听不见吗？你采访你，如果你要采访我可以。去跟我的经纪人预约，我不接受临时采访。听说你最近客串了电视剧《风华绝代》，请问您在剧中和文文之间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呀，说一下呀。你说什么呢？ 哎，文文并没有否认这一传闻，并且网上流传出了你俩大量的亲密照。请问这个你怎么解释的？据说你不止文文一个女友曾经有女人和你同居，是不是真的？请你解释一下。对吗？请解释一下。我们都很想知道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说一下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你们都很想知道，说一下吧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说一下，我们问你吧。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说一下，解释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们再回答一下，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是。 你就是杨真真，我知道你刚来公司不久，但是工作方面表现很出色，这件事情的确是你的责任，但是我不怪你，因为你没有经验嘛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它，真的解决不了，就通过法律途径吧。现在郑博旭家门口全是记者，啊，你赶紧去，帮他解围。对，盯住他，别让他看见记者，我怕他乱说话，这样就更不好办了。 好。哎，你们等多久了？我来的晚，俩小时。他们有的上午就来的，还有埋伏好几天。郑博旭在家吗？周刊的人说在地下车库堵到过他，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被他跑了。我今天就在那附近，我不信他们说。 我们部门老大说了，这个料我要是给报实了，给我一个礼拜再请假。哎呀，这真是，这郑博旭还真是娱乐圈里的哆啦 A 梦，只要盯住他，八卦新闻啥时候抄啥时候有。还真是，只要我跟着他，他就能不能成功啊？请问您住这儿吗？ 您认识住在这里的明星郑博旭吗？你都谁呀、啊？哎，我们想采访郑博旭，你要是能经常看见他，我们采访一下你也行。你们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，退后！退后！哎，你们要谁敢进，我就报警！我告诉你们，私闯民宅，你信不信？出去，回去！ 侵犯我人身自由，我要出去。你这个人跟他们那么多人哪干得过？让开！不行，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出去。不是故意的。那你还不拿开？
你回去冷静一下，我求你了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饿了，我要吃饭，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当艺人的不是经常都挨饿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人肯定就在里边，咱们今天啊就在这候着。我连帐篷都带来了，我们主编说了，夜宵啊全报销。<笑>哎，郑博旭。 我们也是你的粉丝，你开门聊聊呗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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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我一会儿出去看，找个机会能不能把他们先引开，然后你再出去好不好？说好了，你别卖我啊！说好了。说好了，快点儿。要不然指不定什么样。你没事吧？算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今天要实在饿的话，姐就忍一下。要不然你要出去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保护你了，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了。你保护我？没有开玩笑。我们现在呢就在郑博旭的家门口，下面呢我们等待他对粉闻事件进行回应。那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直播。在郑博旭没有出来之前呢，我们先可以看一下郑博旭所在公寓的这样一个环境情况。明天呢把版面留出来，我在这死守，肯定能采访到他。我跟你说啊，跟他同住的还有一个女孩，明天绝对有大料。你看看这一个个根本没有准备走嘛。你要出去真的指不定就怎么样了，难怪刘一楠死活都不让我离开你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在一定不会对你见死不救。怎么了？我带你回去休息会儿吧。别动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要吐。喂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好了吗？趁机亲我，你看来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